我一直以来给自己的定位，我的身份不是网红，我就是在做销售，我就是 BA。无论我今天是线上直播、淘宝直播也好，我哪怕抛弃了这个身份，我回到线下再做柜台的销售，我一定做的是也是金牌销售。我以前是真的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直播，为什么我会答应来做 BA 网红化？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会给我多一份工资，但是每天只要多两个小时，播了两三个月的之后，然后并没有很大起色的时候，然后身体也不太好，我也有想打退堂鼓去做别的工作的念头的时候，我们老板就七叔嘛，就你见到他说，佳琪再坚持三天，如果三天了之后没有效果，我们就放弃了，我就开播了。然后第一场直播就比以前的直播要好一倍，第二场直播又翻了一倍，第三场直播就开始慢慢往上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老板说他对所有人都说了再坚持三天。如果没有尝试那三天，我可能就抓不住这个机会了。因为真的我很感激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成为李佳琦，那我就要好好把握住，然后做好每件事情。我直播我很快乐，但是是难熬的，就是可能你会抛弃很多，比如说跟朋友出去玩啊，出去喝酒啊，唱歌啊，去酒吧啊，去 KTV 啊，这都不能做了，就从我直播之后所有东西都没有了。对，这就是我觉得难熬的东西，因为我没有生活，当时就觉得度秒如年，还不是度日如年，是度秒如年。因为我还有小助理在旁边，所以我会互相搭档一下。对，可能真的是有的时候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，就离开直播间五分钟上个厕所，对，喘喘气，然后喝口水，然后再来继续上播。这场一次播了多久啊？48个小时没合眼。去年双十一的时候，就整个人睡着了，嘴巴还在讲，就镜头在面前，然后就开始讲，然后开始画，我手跟我整个都在动，但是我的眼睛是闭着的。然后所有粉丝都说佳琪休息吧，佳琪休息吧。他说明天再来播吧，我们还是会等你的。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一定要完成。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，佳琪好像今年突然爆火或者窜红。我其实连续做了这个事情做了两三年，我用一年的时间我就做到了淘宝的 top 主播。我真的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杭州还下着雨，那天是邀请我去参加淘宝盛典，然后我以为我会得奖，就会给一个奖给我，然后我就西装笔挺的坐在那坐了一下午，就看着舞台上各种人领奖，然后就鼓掌鼓掌，我觉得他们特别厉害，怎么怎么很厉害。我当时我也会，我觉得我也会有奖的，但是没有。就看到所有人都在手上拿奖杯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七叔说了一句话，我说你相信我一定可以拿下淘宝 top 主播，我说明年站在舞台上的领奖的人一定是我。然后我第二年我就做到了，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我敢说出来一年要拿下 top 主播。就真的，你当你去把自己的眼前的小目标做好的时候，后面的大目标就是他来的时候你就直接拥抱他就好了，你就不会说啊为什么我接不住他，为什么会害怕他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平时直播，我后面有一堵口红墙，我觉得那一墙的口红就是我的记录，我做的事情都在那儿。佳琪是一步步在走过来的，以前的口红墙只有50支到100支到200支到现在的几万支，都是在我嘴巴上过过的口红。我会觉得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情。所有的记者都问我说，佳琪你觉得你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？我说不知道，我说谁都不能不知道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，我只要做好我现在应该把事情做好了之后，你一步步累积，你往这一个目标就是去一直迈进的时候，你总有一天会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。线下做销售是一对一，顾客进来了我才有机会去跟他卖东西，但是我做直播也好，做短视频也好，就是抖音也好，或者微博也好，是我做出来了我就会有人来看的，而不是说我要等人来的。我想要去尝试线上销售，在同一时间内不是一对一，而是一对十，一对十万，一对百万，甚至一对千万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，它绝对会变成一个新兴的行业，而且甚至以后它不是在手机上看的一个直播了，它可能在电视机上面就会可以看的一个直播也有可能。我会觉得我们一起要迎合这个时代的发展，然后迎合直播的变化跟电商的变化，说不定以后有另外一个人，他比我就是另外一个形式的直播之后，他做到了那个，但是我还没有做到。对，我也是跟他们一起前进和赛跑的人。因为湖南人说湖南普通话就很好玩，就包括别人说 Oh my god 什么我的妈呀，这些话从哪来的，其实我们湖南天天说。
一个很惊讶的东西，就是我的妈呀，就所有人都会这样说，我的妈呀。